县署难道会不懂言论自由是宪法所保障，违宪的命令是无效的吗？什么不欢迎政治性活动？由于正值选举期间，民建署再次提醒，政治性活动请勿进入国家公园。言论自由还分选不选举吗？陈志忠又没有在选举，也没有选举造势，哪来的政治性活动？陈志忠强调他是台湾人，主张台湾独立，仅将与台湾独立旗帜合影传在社群网站，完全跟选举无关。请问政治言论跟政治活动会分不清楚吗？2018年曾发生五星旗登上玉山主峰，并高唱中国国歌，民建署于是修正相关规定，禁止在国家公园进行具社会争议或冲突性的政治性行为或活动。但中国是台湾的敌国，敌国的国旗与国歌出现在玉山主峰，固然要处理，但台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主张台湾独立，如何相提并论？警政署做事五星旗飘扬在总统府前、西门町与台北101，这才是进行具社会争议或冲突性的政治性行为或活动，为什么不修法禁止并裁罚？玉山国家公园凭什么修法，并扩大到可以钳制台独言论？是在欺负陈志忠，还是打压阿扁的一边一国？蔡总统的副手搭档赖清德都可以公开主张台湾独立，陈志忠不可以跟台湾独立旗帜拍照。阿扁总统任内主张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明年要拿一边一国旗帜上玉山不可以吗？阿扁啊，一直无法度人了解，嘛完全想未通，为什么陈志忠高雄市市议员，伊伫11月19透早爬到玉山主峰，甲台湾独立的旗仔做伙来翕相，传落来。和大家分享，引起讨论。经过所谓的国民党的议员来检举，讲陈志忠这款甲台湾独立旗翕相是违背玉山国家公园所公布禁止的事项，就是讲未使。将事足以引起争议加冲突的政治行为或者是活动，你讲做一个台湾人，就亲像陈志忠所讲的，那如果一个国家那失去这个灵魂。这个国家就无亲像一个国家，所以一个国家的灵魂上介重要。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是咱母亲的名，咱母亲的名叫台湾。不知蔡英文总统所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副手的搭档前院长赖清德，伊公开的场合一届过一届，讲伊主张台湾独立，同时嘛是带着番呢公开避询，伊嘛是安尼来坚持，伫要做行政院院长之前。伊嘛来问蔡英文总统，伊讲有四个问题，请伊会当来确认。中间一个问题
赖清德院长，伊讲伊一向主张台湾独立，那安尼是毋是适合来做行政院院长？因为去到立法院，人绝对会阁问这个问题。蔡英文总统向赖清德院长来确认，伊讲赖院长，你会当继续维持你一贯的主张，所以你在立法院讲台湾独立嘛，绝对无问题。安尼经过确认了后，带来同意出任行政院的院长。你讲连一个过去行政院院长，拢总会当伫国会殿堂上届有争议，上届会发生冲突的政治舞台，大声来讲出院长伊主张台湾独立，包括伫伊的册，伊伫党内总统初选打出版的册内底，伊嘛是安尼写，安尼主张，总统嘛是安尼阿伊确认。啊，你讲总统确认，赖清德一定会当大声讲出台湾独立，即卖个来争做伊的副手的搭档的人选。啊，你讲陈志忠安尼扎一支台湾独立旗，去到玉山的珠峰，啊，阿姨拿出来做伙翕相，甲大家做伙分享，安尼就犯到啥物的天条吗？所有的要点，迄也毋是法律，迄是行政命令的一个规则，安尼命令。所以连行政命令爱送去立法院比查，都阿个无多人个性遐人展出非常低的一个要点，竟然会当来违背宪法所保障的言论的自由，安尼甘得？所以今仔日要检讨的，就是讲做一个台湾人，咱是毋是会当大声讲出，咱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主张台湾独立这款的言论的自由，是毋是爱受到宪法的保障？任何的机构、任何的单位，违背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你来剥夺、来限制人民有讲出台湾独立言论自由这款的危险违法的规定，是不是呢？应该完全无效。所以今仔日不是你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要叫陈志忠议员来说明的问题，也不是说的经过说明了后，要来进一步来罚钱6000元的问题。最主要就是讲，你这个规定是不是有危险？危险的命令是无效的，何况这是命令中上界这个加的一个要点，安尼尔尔。用安尼会当来超越法律，会当来推翻宪法、言论自由、基本人权这款的规定吗？这款的保障吗？你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有这么大的权限吗？你内政部营建署，你会当这么好大胆吗？啊，当然有人讲，因为伫去年2018年啊。10月15日，有一位无党的议员的候选人，啊，带人飞去到玉山珠峰底下来，这个提出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5000旗，刷了个底下唱中国的国歌《所谓的义勇军进行曲》，所以啊，因为安尼引起真大的议论。所以呢，刷入去的
这个内政部营建署，包括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再进一步来规定，讲刷入去袂当搁伫国家公园内底来从事呢，会引起争议加冲突的政治性的行为加活动。啊，你讲会当用安尼来做批论？你讲今仔日玉山是咱台湾的圣山，做一个台湾人去到咱台湾的圣山，嘛是咱台湾的灵魂，来讲出咱台湾社会主流的价值，加绝对多数共同的主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安尼，你要加有人去到这个啊玉山珠峰？来咧唱中国的国歌，来咧拿出中国的国旗，你讲用安尼来做批论，人讲叉叉比鸡腿，安尼唔是完全无多予人来认同甲接受的这款的讲法吗？你今仔日台湾还袂沦陷伫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今仔日中国共产党的国旗。中国共产党的国歌会当伫咱台湾社会节节的角落，包括伫台北市做一个台湾国家的首都，会使讲西门町、大门町到处拢总是五千旗，包括总统府头前、博爱特区嘛是五千旗。你讲这拢总无要紧，这拢总袂引起争议甲冲突吗？为什么？为什么单独你国家公园为着去年有五千旗，有这个中国的国歌去到玉山珠峰来底下啊，这个电视底下来唱出，所以呢，为着要来这个啊解决这个争议啊，所以呢来。修改相关的要点，定出这款违背宪法的这个规定，安尼干掉。所以呢，今仔日该做无爱做，啊！你单独针对国家公园，袂当来讲出台湾独立的声音，袂当拿出台湾独立旗，啊，变啊完全看袂落，嘛无多来接受，咱爱提出上届严厉。一个抗议，这是违背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这是无效的一个要点。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呼吁蔡英文政府，你今天内政部的部长施国勇，你该管的不管，你放下下脚手来你说什么笑话，在这里我们就能了解，如果说在玉山国家公园袂当拿台湾独立旗，同款的国家公园，咱还佫有其他八座，包括伫台南的台江国家公园，伫这个啊阳明山的国家公园，啊边啊若去这个国家公园底下，我照常甲台湾独立旗买来，这个翕相，你讲安尼嘛袂使吗？所有的国家公园拢总袂使吗？那如果国家公园袂使，啊，你今仔日伫高雄还佫一个秀山的国家自然公园，安尼敢会使？无食阿扁啊，就军去高雄秀山来拿出台湾独立旗，安尼嘛得爱佫罚六千块吗？大家拢总来拿，看你罚得了袂？有这款道理吗？啊，那如果伫国家公园会当来？禁止来从事所有的这个政治性的行为甲活动，你讲这会引起啊矛盾甲争议，特别来罚钱。啊，为什么伫总统府头前，逐天安尼五千旗安尼举来举去？啊，你讲政府有讲话吗？台北市政府有讲话吗？中央政府有讲话吗？伫西门町五千旗规大摊，伫大门町照常咧举袂煞。啊，你讲
咱的政府有存在针对这款安尼亲民大户，你大家有意见吗？啊，是讲你也是同款，要来比较国家公园内底，过来通过一个法令，讲绝对袂当伫总统府头前，伫博爱这个特区，伫台北市任何一个所在，拢总袂当举出五千旗，拢总袂当来笑所谓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国的国歌。所以呢，你会当做，你无要做，结果不应该做。大家欢欢喜喜去到这个国家公园，去到玉山珠峰，安尼，甲伊家己无同款的政治信仰，安尼做伙来翕相。啊，你讲安尼就爱来罚钱，安尼就是违法，安尼干掉。你若如果认为这是对的，啊，你爱通过一个法律禁止伫咱台湾国家社会任何一个角落，拢总袂当出现一个五千旗甲唱所谓的中国的国歌，因为迄搭正讲会引起一个争议甲矛盾，是毋是安尼？何你讲，就诶，这个马英九伫2016年的8月20日去到玉山的珠峰，拿出中华民国所谓的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啊，你讲这无争议吗？这伫台湾社会无矛盾吗？这款所谓的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伫台湾社会有得到多数的认同甲支持吗？大家有爱这个旗啊吗？这嘛是足以引起这个矛盾、争议的政治性行为甲活动，是毋是安尼？啊，你讲马英九会当举，啊，别人就袂当举台湾独立旗，安尼感觉到讲大细还差遮尔济。啊，你讲这是2016年的代志。即卖2018年，因为五千旗义勇军进行前去到玉山珠峰，啊，所以呢，倒有一个新的规定，刷入去都袂使。但是我要请问，今仔日若如果有济济人拿出所有的中华民国的国旗，所有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伫遐来拿出来做伙来翕相，你讲这嘛是违背这个禁止的事项，所以照常赶快爱罚6000块。你看罚看卖咧，有可能罚吗？因为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国旗，真侪人不爱夹。所谓的中华民国这四字，这个到底有亲像李登辉前总统讲的，中华民国根本都无存在，安尼无引起争议吗？安尼无矛盾吗？何你夹？青天白日满地红的这个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照常有矛盾啊，照常有争议啊。啊，无李总统是安怎来讲中华民国根本就无存在呢？蔡英文总统嘛讲过，讲中华民国就是一个流氓的政府啊。啊，所以你讲拿中华民国的国旗，安尼无争议吗？无矛盾吗？啊，边啊讲过中华民国是啥物外国？啊，边啊讲过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你讲去到玉山的珠峰，袂当大声讲出我主张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吗？啊，边啊做总统，伫2002年的8月13日向世大会东京年会，我就发表正式的演说，我以总统的身份大声讲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所以你就当知影讲，我做总统就会当讲啊，我即摆做民间的一分子。我若伫明年我要爬上玉山的珠峰的时阵，我要大声讲出我做总统八年所行的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台湾国家路，大声讲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我的政治理念甲信仰，安尼袂使吗？我若讲出来的话，这嘛是将事引起。会去引起争议甲矛盾的政治性的行为甲活动吗？
啊，拼啊做一个平民，我就袂当讲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的声音吗？啊，拼啊做总统会当讲，做民间的一分子，颠倒袂当讲吗？啊，拼啊怎么做总统的头家，颠倒袂当讲吗？所以呢，足侪拢总是非常矛盾的代志，互咱真正无阿多人接受这个政府啊，到底你是咧创啥物？啊，去年你想讲安尼，2020年啊，这个单件奥运台湾正名的公达万，蔡政府你竟然来咧打压，来咧封杀，来咧阻挡，来咧背夹，来咧切割。啊！你感觉你无赞成的害了了啊！你讲今仔日你过来阻挡，和这个公投案袂当过。啊，输一个老蒋的，老蒋的做一个世界杀人魔王，四大杀人魔王之一。伊伫伊的总统的任内，佫引准参加奥运，咱的队伍的名，国家队叫做台湾队，有三届呢。有三届叫做台湾队呢，到讲安尼，这叫做改国号呢，改国名呢。伊老蒋会倒有可能，互你中华民国改做台湾公呢？结果伊参加奥运，伊嘛是引准用台湾队的名，唔免用所谓的中华台北的名，中华队的名。老蒋的时代都会使啊，结果咱去年人咧杀。东京奥运台湾正名的公投案，啊，竟然呢比老蒋会更加不如来咧阻挡，所以伫去年地方选举来咧阻挡东京奥运台湾正名的公投案。啊，即卖2020年总统选举要到啊，立委选举也要到啊，竟然来剥夺限制，去到玉山的主方未当讲出台湾独立。你想讲安尼民主倒头行，这是正常的国家吗？这是一个正常进步的政府吗？政府是愈来愈民主，愈来愈保障人民有更加多的自由权利。啊，结果安尼愈来这也禁，那也禁，这也袂使，那也袂使。安尼敢对？安尼敢好？啊！你想讲，咱今仔日，那如果有一个人要大声讲出，亲像蔡英文总统所讲的，中华民国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台湾是啥物话歌，我嘛搞不清楚啊！迄是咱的国号吗？咱的国号怎么改做中华民国台湾吗？哪个爱中华民国，哪个介意的台湾？啊，两个抗争会叫做中华民国台湾，是咱台湾社会无分哪里的共识吗？共识伫对一个，所以呢，无必要骗家己嘛。啊，那如果咱大声去到玉山的厨房内底，咱来讲出蔡英文所主张的中华民国台湾，要讲出这六字，安尼会使袂？啊，那如果这会使，为什么讲台湾独立袂使？所以呢，真侪所在，咱完全想无着着，该做的你无爱去做。你伫平地，你都管袂了，去管家己关山去。你欺负陈志忠吗？欺负阿扁啊吗？欺负一边一国吗？有必要安尼做吗？选举要到啊，有必要吗？票少济啊吗？咱真正看袂落，嘛听袂落，所以咱必来呼吁蔡政府，爱好好啊慎重来处理这项代志。无食，真正人讲吃不了兜着走，对着选举，毋茫想讲安尼，你公平哪样抗议？检举，你就要来处理，安尼就会当增加选票，我才不相信，你相信吗？
汽笛声、叫嚣声让蔡英文动了气，连讲六次叫大家安静。不过现场继续鼓噪，蔡英文干脆正面回应诉求。对于阿扁总统的人权，跟他在司法上、程序上的权益，我们一定会全力声援。我们民主进步党会负起这个责任，我们不会让你们自己孤单地挑起这个责任。保证党中央全力声援扁案，蔡英文一边向停扁群众。